姐，哎，小磊，你还在这干什么呀？我们一堆人等着你去唱歌呢。哦，好嘛好嘛，走吧，快走。哎，小磊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有一个事情想问一下你。嗯，你说。就是那天我跟高姐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她告诉了我一个事情，然后我想跟你确认一下啊。什么事情？她说那个小杰出国的时候是跟一个女孩一起出去的。是这样的吗？这件事情我好像知道那么一点点，但是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嘛。你们本来是亲戚，应该很清楚的。这个我感觉我不太方便说吧，要不你还是打个电话问一下我们杰哥吧。打电话？嗯，这个时间点跟他打电话有点不太合适吧。然后没事的，霞姐，你和他的关系，你打过去他还很高兴呢。但是，还是不打吧，因为现在打过去，他万一在上课呢，怕影响到他，这样对他也不太好。但是霞姐，你不要担心啊，这些我相信杰哥的，你也相信杰哥好不好？我肯定相信他了。好了，没事，那我们去唱歌吧。嗯，走吧，走吧。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想不成，摸不到，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直够一杯。